大家好，能分出我俩谁是谁吗？我是舒克，我是贝塔。我们俩现在就挖矿去，戴了同样的帽子，穿了同样的衣服，只有声音不一样，其实很好分哈。我走前门，你走后门啊。好嘞。这顶都锁了。我就锁了。担心你啊。我们还有同款的小红。我们两个骑电瓶车去逛街。啥呀？到地方再说吧。瞎逛。其实主要目的是想给俏俏买件衣服，但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出发。这个季节的东北，你就不知道穿啥好。你看前两天我穿长的羽绒服，这两天又穿小薄棉服，完了又感觉冷。就这两件来回切换着穿，再就没有了。然后上这里面，我给自己也选一件。二八月乱穿衣嘛。我记得不是299吗？我买的时候，怎么199了呢？降价了呗。是我记错了吗？没记错。最糟糕的是进来之后发现没有棉服，全是存款，比较薄的了。就是我俩身上穿这种这么厚的都没有。太舒服。不行，现在穿还是冷。跟我姐在商场里边逛了一圈，没有适合的，我俩跑地下来了。这个地下也是我们以前经常逛的地方，就是现在摊位都少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以前砍价能力强，现在不行了。这里边可以讲价。衣服都挺时尚的啊，好看。走了三个地方了，都没有发现比较厚一点的衣服，都特别薄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蒙。三天后，我的快递终于到了。前两天逛那逛市场，这不是说要给俏俏还有我买那个薄一点的棉服吗？俺们当地都可给力了，全换存款了，一点厚的衣服都没找到。给我逼的不行了，上网买这些。正好我小妹一家三口来了，俺们娘俩试穿一下，让他们给参谋参谋。有可能不是参谋，有可能是我们集体吐槽你。首先我看到这个衣服，我跟你说这个颜色，我就想给你 pass 掉了。这咋的？这颜色？这颜色多亮！别告诉姐，那蓝的也是你的。不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俏俏现在一边高，鞋我俩穿同码的，衣服也穿同码的，所以这些衣服是我们娘俩的，谁穿好看留给谁。来了试衣服。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啊，来吐槽大会开始。来试衣服了，兄弟，你应该也行，穿的衣服也行。不开始，等会儿。是不是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迎春季了？你那边是不是春暖花开了？都开始穿薄衣服了。我们这儿厉害了啊，买厚棉服穿。那是你好吗？咱们这过两天还冷，我看天气预报了，忽冷忽热，前两天还下雪呢。你没穿羽绒服啊？穿了。那就得了呗，咱们家都四月份都可能穿棉服，穿厚的，年年都这样，你不记得吗？对。我只记得有一年那桃花都开了，突然又下大雪了。你看小李子张那个张个大嘴都不吸得瞅你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是俏俏的学生装，某马牌子。不是，是跟马红跑，不要买那大图案的了，这都是那什么大牌子的，就买。这个就是青少年装啊。我跟你说啥了，那姐？你听着吗？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的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不是说让大家给你参考，是吐槽大会。就是他有一个羽绒服厚的，然后他没有棉服，萌萌好看，这两天冷，他穿羽绒服还好。你照镜看的好不好看？是啊，人家第一个问的是萌萌。站直了，转过来。你是显黑是蓝色？你不黑呀，还行。还行吗？啊，衣服样还行。这样可以。这学生装是牌子的，不好看吗？完了还挺便宜的，我就寻思开春这几天就穿呗。画重点，后边那俩字儿便宜。不用老牛。干啥呢？你试衣服什么老牛？你看我都能穿。来来来，给我姐打分来，朋友们，满分10分，来打几分？啊？八点八，9分。萌萌打几分？差1分不能给你判飘。不是、啊、薄棉服，这孩子他穿校服周一到周三，这直接套外边了。行，可以，还行，一致通过，可以留下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第二个，这是我的，
你那你先穿一下吧，你眼睛别往电视那飘，一会儿咱得玩儿先试衣服。啊。这个是薄羽绒服。这个没太必要了，你说它是羽绒服吧，冬天它也护不到腰，有点冷，你说这个时候穿吧，它还有点厚，穿等会儿，这个拉倒吧，这我不要，然后还得有点驼背，这我可不要，这是大牌子的，不好看呢，我穿呢，你这有点红配绿了呀，对姑娘你就猜到位置，你转回去给他们看看。马甲呀！媳妇，我能发短信干什么？就是这样的衣服，你说你穿了个棉服，完露着个腰，你说你冷还是不冷呢？我买的时候模特穿到这儿，那我就买可能码比人家小呗，完我就到腰这儿。没那说的，好像。有可能人家是瘦，然后你穿你圆给撑起来了。这个怕就撩上这条。这是我的。算了。你穿下一个，那个是你的，羽绒马甲。哼、都是马甲呀。对。马甲还可以，穿个帽衫啥的还能穿两天。啊、马甲还可以。穿个绿的。我寻思别老买黑的了，我就买了一个绿色的，我给他买个黑的。他套校服，还可以。有点大吧。160的，别动。他得穿厚衣服里头。对呀、啊，你去把校服衣服你套一下子，行，这行可以。这来妈妈看，拉上拉着站直溜的。往我这看。等会儿俺俩一起穿完的啊。往我这看。他眼睛就盯着电视，你知道不？他都老妹儿在那打游戏呢，他在惦记着。关键他老妹儿给他玩呢吧？来，手揣的，站直溜的。这个是160的，他穿不了我能穿，我穿不了他能穿，看看。行，哎，你这个挺好看。我这个穿个帽衫啥的啊、嗯，就也不是说很好看吧，哎、反正就还可以。这个、哎，给你妈妈高了吗？鞋，姐完了姐，刚过了。两公分左右吧。他穿鞋跟我鞋码都是一样的。怎么又长呢？啥意思，姐夫？要不是这马甲。套反了，这件留不留，姑娘？这件留着行。这件行吗？啥呀？下来了。你再穿一下啊，这个啊，第一件啊，留着。行，咱们那个视频前的朋友们，这件行不行啊？行，我觉得行。没事，你就那个穿它罩就行了。那么少吗？这个？这是羽绒的。是羽绒的。羽绒的啊。马上，别动。哎呦，大哥，我啥也不说了，就这个里面的围裙哈，跟你穿两次都穿反了。第一次花的套上了，第二次把这个标套上了。但是呢，我肤色我不你瞅着点儿。哎呀妈，真是要命！不穿这件，对你穿试试。这黑的，其实我觉得它最百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黑色吗？我以前搜款的时候，我们都穿黑马甲，所以我就有阴影。黑马甲。你看这样穿是不是也行？别的了，还立起来吧，立起来呀、啊，嗯，或者是这样，对，我现在是不是红配绿啊？不行，啊，还行，我感觉这一次我买东西挺成功的啊、嗯，我自我认为啊，买了四件留三件，这马甲别打脸，这有点那什么，有点大，确实穿，不是，它里边穿毛衣，毛衣完套校服，天哪，你看我。姐夫、啊、你先不能考虑，就是说那个恰好穿大的事儿，你得考虑就是这个穿不了了，他妈能解。不用，不都不用那什么，这不130斤穿的臭臭鱼。这个很薄，主要是轻便。对呀，主要是天气暖和了。那啥不行啊？我骑电瓶车不行。哎，你穿比我能撑挺面。嗯，挺好。你穿好看不？行，不是说好看，就挺得劲儿，瞅的。是不是、啊？嗯，行了。留着，我跟我姑娘换着穿，她不一定穿这个。到腰那个不太行、嗯。小李子，你想发表点啥呀？一句话没说。他懒得瞅着了。你看，够冷。说话吗？说话呢。咱俩挑东西一般他都没有挑中的。